这是一只价值3000万的小猫咪，只因当地黑猫被视为不祥之物，主人就把它送给有爱心的孤寡老人。当老爷爷看到小猫咪的那一刻，他却犹豫了，但看着小黑猫那可怜巴巴的小眼睛时，老爷爷还是心软的将它收留下来，毕竟自己这辈子也从来都没有幸运过。殊不知这个让人视作不祥的小黑猫将彻底改变老爷爷的一生，原本那刚刚变红的路灯，只因为小黑猫的一声奶叫，红灯立马变成了畅通无阻的绿灯。这是老爷爷这辈子第一次感到不可思议，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更多的惊喜就好像排满长队一样在等着他。这时的小黑猫再次叫了一声，一把雨伞刚好飞到了老爷爷的门前，原本他还在为此好奇，而下一秒天空就下起了磅礴大雨，老爷爷拿着雨伞抱着黑猫赶紧朝着家里赶去，却不料家里的电梯居然正在维修，老爷爷刚准备爬楼梯时，小黑猫看着前方突然叫了一声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电梯居然刚好被维修人员修好。直到这时老爷爷才意识到这是一只能给人带来幸运的小黑猫，当他回家时发现了隔壁搬来了一对新邻居，他们小两口还热情地给老爷爷打了招呼，老爷爷帮这个小家伙找了个盒子当睡床。可这时的小黑猫再次叫了一声，老爷爷抱起小猫仔细一看，报纸上写着今天的幸运彩票有机会能喜提3000万，难道这就是上天的恩赐吗？老爷爷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抱着小黑猫准备去买张彩票试试运气，可半路小猫在怀里害怕地叫了一声，老爷爷赶紧停下脚步检查情况。就在这时，一棵圣诞树刚好砸在地上，正是小黑猫带来的幸运救了自己一命，而那颗从树上滚落的小球刚好撞到了彩票店门口的广告牌。老爷爷走到了彩票店，买下了店里最后的一张幸运彩票。小黑猫突然伸出脑袋叫了一声，老爷爷顿时明白这就是那张价值3000万的终极大奖。就在这时，刚刚搬来的那对新邻居也过来买彩票。老爷爷看着即将生宝宝的新邻居，也许此刻他们比自己更需要这份大奖，他决定将这份幸运让给年轻的下一代。可就在这时，小黑猫再次叫了一声，难道还有更幸运的事情在等着老爷爷吗？